花妖旅游您了解一下，看一下，有需要的话打好电话。好。花妖旅游您了解一下，花妖旅游您了解一下，花妖旅游，花妖旅游您了解一下。 怎么了呀，爷爷？你没事吧？怎么了呀，您这是？摔着哪没有啊？没事，爷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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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没事，没事。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爷爷。好，好，好，不怪这位姑娘，是爷爷不好。不是，你们是来旅游的吧？来花妖古镇吗？哎，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爷爷，您看这还满意吗？自从我爸妈去世后，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不过你们放心，这里很干净的，我经常过来打扫。爷爷，咱还是住宾馆去吧，啊？我们要住下来，多少钱一天？爷爷，我不收你们的钱，不过，我想当你们的导游。 好，爷爷，这要住宾馆吗？你去住，我住这儿啊。不用你陪我，很好。你可以住这间，很好。你可以住那间，都特别干净。好，好，好，就这么定。那你们在这休息，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要是缺什么，随时跟我说。 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我叫金花。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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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先休息。好，好，好。哎，爷爷，爷爷，这怎么住啊？您看这个。外婆。 外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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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回来啦，外婆，您怎么又一个人爬到阁楼上去了？多危险啊！我扶您。不用，放着城里的好好工作不干，就咱们这地方谁来呀？城里哪有我们山里好啊？谁说咱们这没人来？今天我还接到两个游客呢。 爷爷，哎，您看，这上面有一片古树林，里面最老的古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爷爷，您慢点。
爷爷，山顶上有两个特别老的古树，一个是树王，一个是树后，这山上所有的其他的树啊，全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小时候，外婆经常带我来这儿。相传，丁婶和太上老君的最后一次斗法就是在这座山上。丁婶和太上老君的女儿吉吉相爱了，她的法术就是吉吉瞒着太上老君偷偷交给她的，在斗法的前一天，吉吉告诉丁婶。 说太上老君藏在后山的七色竹子里，第二天呢，丁婶找到山上，果然在七色竹子里找到了太上老君，他就把竹节口封上。太上老君，你说的也太邪乎了吧，爷？真的，大家都这么传的。爷，哦，来了来了，您是不是累了？要不咱歇会儿？不不不，我坐，你看看，啊，这里的竹子好漂亮啊！是，啊，走吧。 爷爷，您说这是什么惩罚呀？这一顿折腾我，小命差点丢了。这不叫做惩罚，这叫做打掏。蹲得越严重吧，表示越欢迎你。有这么欢迎人的吗？哎哎，来，你今儿啊走了挺多的道了，腿累了吧？我给您摁摁啊。 看不见呀！我想当你们的导游。哎，好了，行了，爷爷困了啊，好，来，对，去睡觉去。
千里跋涉，不厌难；寻觉何须问皇冠。自信人生各有道，得来全在不易间。爷爷，爷爷，哎呦，爷爷，你怎么走那么快啊？真漂亮，看这地儿。 哎，这，你看什么呢？这是，啊？这是我刚求的签儿。若离眼底有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嗯，什么意思呀？这道签出自辛弃疾的诗：“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之已被山遮断，凭栏已干不自由。真没看出来，有点学问啊！哎，不过我看这签儿啊，八成是个下下签儿。福祸相依，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上签不一定好，下签不一定不好。事在人为，面有己造。 努力了就好啊！我说你这人真会自我安慰。哎，爷爷，这就是木瓜山水库了，那边还很大呢。寨子里的老人常说，喝了木瓜山的水，就能洗清人这一生的污浊，带走这一辈子的罪恶。得了吧你，忽悠谁呢？哪儿那么神奇呀？ 真这么神奇，水早让喝干了。就再说了，我们有什么罪恶呀？我也没说你们有罪恶呀，这只是寨子里的传说，信不信由你。哎，爷爷，您嘛呢您？哎，您慢点，爷爷，慢点，爷爷，慢点，爷爷您慢点，地滑。 洗清罪恶，爷爷，别喝，别！哎呦，
香啊，就多吃点啊。累了吧？不累，外婆。外婆，那个爷爷啊，特别奇怪，整天神神秘秘的，一点都不像来旅游的。他就跟我瞎编，说什么太上老君藏在竹子里，还要喝了木瓜山的水可以洗清罪恶，蒙谁呢他？还有那个秋风，又小气又啰嗦，特别招人讨厌。外婆，好，吃吧。嗯。爷，您相信吗？我相信。你可以不相信，但要学会尊重别人。这，您不吃了？说错什么了？先听你的，现在听我。爷爷，爷爷，有蛇了！哎，我问你，你们家那是人住的地儿吗？我老院里趴了这么粗一条蛇，吓死我了。这个季节有蛇很正常啊，你不招惹它，它是不会来咬你的。你还正常？我告诉你，从小到大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这么点一蛇，给我吓得三天没吃饭，差点住院。真胆小，我们这连三岁小孩都不怕蛇。行，我告诉你啊，别拿我跟三岁孩子比。就你们这帮山里的孩子怎么能跟我比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有的有什么有啊？山里的孩子怎么了？爷爷是山里长大的。啊？你有什么爷？我是说，爷爷在山里种过。金花姑娘。这小子娇生惯养，两里长啊！嗯，走，金花儿，金花儿，文广哥，你怎么来了？这天怕下雨，带把伞吧。不用了，文广哥，我自己带了，谢谢啊。这小子不错啊！啊，你瞪我是不是？山路不好走。你自己注意安全。知道了，回去吧。这帽子挺好看的啊。斗笠。啊，斗笠，让我看一眼。行吗？行。爷爷，多少钱？就在前边。来，给你。啊？多少钱？500。你这帽子要我500太贵了吧？我不要了，5块。啊？你要等你当心，那大哥当的吗？阿娘，阿娘，能阿娘，能阿娘。爷爷，您会说话呀？哎，爷爷说什么呀？爷爷说你长得丑。我长得不可能！你们站住！别走！哎，你站住！你说清楚。
哎，爷爷，慢点，这路不好走啊。哎，爷爷，你刚才去哪儿了？我这一通找你。喂，我去。文广哥。哎。什么？好，好，好，我马上回来啊。爷爷，我外婆晕倒了，我得马上回去一下。好，哎，爷爷，爷爷，甭听他的，骗你呢，我听见了，跟那宋伞小子打电话呢，他就想把咱撇开去跟人约会去。什么导游啊，骗钱的吧你？哎，小凤，你胡说什么呢？爷爷，不是那样的，我外婆真的晕倒了。好，你回去吧，不用送了，我们就到了啊。有事打电话给我们。好，爷爷，那我先走了。哎哎，你小凤，不是你，不是什么你。走。爷爷。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恐怕不能过去了。哦，没事没事啊。对了，外婆没事吧？外婆没事，谢谢爷爷。哎哎，外婆没事就好啊。那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外婆，啊，再见啊！有什么呢？这是，爷爷，爷爷，这什么破导游啊？给他撂这儿不管了。哎呀，金花刚刚打电话来了，说他外婆病了，不能来。真的假的呀？男子汉大丈夫，要有点度量，别像小孩这样。老是沉不住气，正所谓外理想则禅，内不乱嘛则定。喝一喝，这是本地的金银花茶。爷爷，嗯，什么外理内不乱呢？禅茶一味，喝了茶你就明白了。哦，我还是不懂爷爷。很多道理像茶一样要慢慢的品啊。你心呐不够静。来来来，还喝啊？品。哦，那爷爷，那我出去慢慢品啊。水吧，喝点水来。外婆，门门门门，外婆啊，外婆，门我都锁好了，不会有人进去的，放心，放心，都锁好了。是啊，啊，外婆。这地儿啊，还行，有山有水，挺好玩。什么？艳遇，我哪有那心思啊？还行，等我回去吧。啊，喂，怎么又没信号了？破地儿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又跑哪儿去了呀？爷爷，爷爷，外婆。
俩看到一个老头了吧？个儿跟我差不多，圆脸儿。啊，好，谢谢。爷爷。你干什么？外婆，我想帮你打扫一下阁楼。不用，把钥匙给我。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上阁楼。外婆，我知道错了，您别生气啊。是你吗，爷爷？你是到哪去了？怎么弄成这样的？爷爷，您怎么在家呀？您不是出去了吗？哦，我是出去溜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是吗？爷爷，您刚才去竹林了吧？小凤，你听我说。爷爷，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就想听您说实话。你怎么了？怎么糊涂了？哎，你想，爷爷一个人怎么会去竹林呢？好，您看这儿什么？曾爷爷气啊？没有，爷爷。哎呦，你看你，痛不痛？没事，小伤，爷爷。哎呀，小心点吧。爷爷。嗯。爷爷。哦，金花来了。爷爷。来。爷爷，秋风他怎么了？哦，没有。怎么了？你说怎么了？这还不都因为你？哎，有你这么当导游的吗？想来要来，想走要走。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想要钱？你是不是后悔了？后悔我们现在立刻就走。这，哎呀，金花，对不起，这小子嘛，从小惯坏了，脾气冲啊。小叔，你这个不是？哦，外婆好点没有？
外婆好多了，谢谢爷爷。这人老了，事情就多了。多抽点时间，好好陪陪外婆。嗯，好。哎，对了，能陪我到市集去买点东西吗？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了，爷爷。好，我去准备这里。嗯，啊，往上走啊。你。这个呀，就是全国有名的滩头年画了。哦，龙回被称为三辣之乡，生产辣椒、大蒜和生姜。滩头年画呢，就具有典型的三辣味道，不仅视觉冲击力强，而且还非常柔美，可谓艳而不俗，厚而不浮。哦，这画的可真好啊！大爷，我能看一眼吗？可以啊。来来，我看看。啊，行了，这熟悉给你，哟，花生给你，送给你了，您直接送我了，送给你，哎呦，谢谢您，谢谢您，画的啊，哎呦，画的真好，这个，哎呀，你看这画的，叔叔，啊，爷爷呢？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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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才还在呢，你还愣着干嘛？找啊，爷爷。爷爷，爷爷，怎么样？接电话了吗？不接呀、啊。爷爷，哎，小峰，哎，小峰，哎呦，爷爷，你去哪儿了？你这是急死我了！我就转了一圈嘛。你以后去哪儿，你跟我说一声行不行？好好好，不用担心啊。别着急了，爷爷找到了。这老爷子，你说说，您慢点，这路滑。慢点，慢点。哎，爷爷，这一坐，歇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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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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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爷爷，这块就是泪光石了。关于这块石头，还有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呢。真的假的呀？说来听听啊。曾经有一对恋人，他们非常相爱，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男人离开了女人，从此杳无音讯。女人相信男人总有一天会回来找她的，于是她就每天站在这块石头上眺望着远方，等待着男人。可是她等啊等啊，男人始终没有回来，女人伤心欲绝，泪水将她的双脚紧紧地粘在了石头上，最后她的身体也化成了石头，但她始终保持着眺望的姿势，等待着她的恋人。金花，这故事谁告诉你的？你们组里有多少人知道这故事的？这故事在你们组里流传了多久了？这说故事的人现在在哪？能不能够？哎，爷爷，怎么了？你这是？哦，没有，我只觉得金花说的故事很感人。哦，金花，还有没有这种故事？多点说给爷爷听，爷爷喜欢听。好啊，爷爷，您要是喜欢，我就随时跟您讲。好。爷爷，慢点啊！啊！哎，爷爷，爷爷，爷爷，哎呦，爷爷，哎，没事了，没事吧，爷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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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哎呦，你手划破了。啊，没事啊，爷爷。没事吧？自己小心点，疼不疼？没事，走吧。回来了，外婆。
吃饭吧。哎。怎么了？没事儿，今天不小心被树枝划了一下。这么不小心呐？我拿药去啊。不用了，外婆。对了，今天那个爷爷特别奇怪，问了我好多关于古寨几十年前的事儿，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外婆，啊，您怎么了？上了你！会是他吗？爷爷，爷，小峰，爷爷今天有事。不和你们一起去看瀑布了，桌子上是早餐，记得吃。爷爷，怎么又自己走了？秋风，哟，来了，哎，正好正好，来来来，赶紧坐啊，一块吃点。好香啊，你做的？哪是我做的，爷爷做的。哎，爷爷呢？出去了呗。我就觉得他这两天神神秘秘的，我问他了，他什么都不跟我说，还没有神神秘秘吧？是你自己想多了。什么是我想多了？你不是也知道吗？啊，他时不常就自己玩消失，我问他，他还什么都不说，你说让我怎么想？是吧？我觉得就你秘密多。我有什么秘密啊？行，赶紧吃啊！吃完带我出去玩去。嗯嗯。哎，你看，这就是魏源温泉了。哦。那边还有那边，都有很大的池子。小溪水。没事没事。金花，来，给我拍张照。来来来，你这个相机我不会用啊。开着呢，自动模式。你右手上面按钮，对对对，那是拍照啊。来来来，快，这造型怎么样？哎，拍个照怎么这么费劲啊？怎么你这是？这什么意思？不是，金花，金花，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金花，
不是你想的那样。有人在吗？哟，小伙子，怎么会是你呢？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杨俊，是你爷爷吧？没错，您是我爷爷。我是他老朋友。哦，那您先进屋再说吧。锦花，你听我说，你为什么要拍我的照片？谁允许你拍我的照片了？你听我解释行不行？锦花，是我开始以为你是黑导游，我怕你黑我们，我怕你骗我们，所以我才拍照片作为证据。锦花，你要不喜欢再把相机砸了行不行？我坑你了吗？害你了吗？你要是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错了，你原谅我行不行？原谅你，原谅我好不好？哎、原谅金花，哎，爷爷，你喝水。小伙子，这家就你一个人住？是啊，爷爷，您找我有事吗？我想问问有关你爷爷杨顺的事情。上来你！我坑你了吗？害你了吗？你要是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错了，你原谅我行不行？啊！你慢点儿，金花，好看没有？什么？一个人啊。哎，干什么？啊，秋风，秋风，啊，秋风，干什么？金花，秋风，啊！哎呦，哎呦，这俩小子下手真够狠的。还疼吗？没事没事，小伤。哎呦，哎哎哎哎哎！
说了不用你来。那这是我们家。你们家的房子真不小，唯独一点不好，这道不好走。我们这边都这样。是吧？外婆，外婆，您看，这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秋风。外婆，您好。怎么了？这大人走，外婆，快进屋！你看，外婆怎么了？这是啊？走，进屋，快进屋！走啊！外婆是生病了，要不我去找个大夫去啊？外婆，外婆，外婆，哎，你走吧，不是走了外婆就好了。不是，我怎么可能走啊？你走吧，你快走。好，哎，有什么事儿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知道了。哦，外婆，外婆，你开门，你别吓我成吗？外婆，走，让他快走。急死我了，外婆，外婆。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女孩打架，确切的说是被打。说实话很疼，不过看到她为我哭，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外婆，她这是怎么了？你干什么？干什么？啊！秋风，金花，秋风，啊！哎，爷爷您慢点，来来来来，爷爷慢点，哎，就在前面了。哎，来，爷爷，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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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慢点。好了，行行行。哎呦，哎呦，爷爷，哦，哎呦，爷爷慢点。哎，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慢点爷爷，慢点慢点慢点啊，你们上去吧，啊啊，我在这歇一会儿。不是您跟这儿歇什么呀？荒山野岭的这儿没有看，你们进去好了啊！我这等你们。那我们也在这儿歇会儿吧。再歇，再歇。哦不不不，你们进去啊！快去快去快去！不是那爷爷，我们就上去看一眼，这就下来啊，爷爷。啊，爷爷，我很快下来啊。不急不急不急。好嘞好嘞。你看，那就是白马山。等哪天有时间，带你和爷爷一起过去看一下。啊，这么远？哎呀，哎，你等会儿啊，我去接个电话啊。喂，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听他胡说呢，这儿挺好的，这儿山美水美，人更美啊！哎，得得得，你们玩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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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这儿还得再待段时间。好嘞，好好好，嗯，拜拜，哎。你刚才干嘛那样看着我呀？是不是背着说我坏话来着？没有。我哪敢说你坏话呀，走吧。爷爷呢？爷爷呢？是不是这儿啊？是这儿没错啊，就是这儿。爷爷，爷爷，这老头怎么又没了？哎呦，急死我了！别乱，找找找找！爷爷，爷爷，秋风，你快过来！
银行在这边。哪儿哪儿？爷爷，哎，爷爷，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爷爷，哎，你去哪儿了你？我刚才去方便一下。喂，爷爷，你以后去哪儿跟我说一声行不行？您不是不想跑了？我们俩快急死了都。是爷爷的不是啊，爷爷的错，下次不会了。找到了就好，秋风，咱们走吧。走吧，爷爷，来。慢点啊。你也累了吧？哎。这就是白马山了，您知道它的来历吗？啊。相传，陈友谅的三个女儿啊，共骑一匹白马，坐这儿去。被朱元璋的部下逼得走投无路，情急之下，他的大女儿对白马说：“宝马啊，宝马，如果你愿意救我们的命，就立刻退着上山；如果你不愿意，就冲下山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这白马好痛人性，他流着泪，立刻倒退着上山。朱元璋的部下赶到时，看到马的脚印是朝山下。就以为三姐妹是朝山下跑了，就调转马头，没有再追上山。三姐妹也因此转危为安了。有时候，人还不如一匹马。慢点，爷爷，慢点。怎么了，爷爷？慢点。去看看。哦，爷爷您慢点。哎，那爷爷身上怎么都是泥呀？他是我们镇的没人工。没人工，嗯，什么没人工？就类似于你们汉族的媒婆。你们这媒婆都是男的，有意思。送伞那小子吧，啊！我觉得这哥们喜欢你，你看，一直看着你，你看。怎么了？他就是喜欢我，我还打算嫁给他呢。好啊，你嫁呀！你看看这不都是现成的吗？你着急，你先把我嫁。这么着，如果你现在敢嫁，我就亲自给你打岔。打什么岔？懒得理你。小峰，不是爷爷，我跟他认识。小呀，亲的，亲呀，亲嫂，黄花一代人，桂花一嫂，自己吃尽不知亏花钱，最后又搞了唯一的便宜拉倒，无用的我丢的那本野杀鸡，天上天上白上四上，一百七十六小三二三小鸡得到。菊花，哎，文广哥，你怎么来了？你昨天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和他？文广哥，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就没理你了？还说没有？昨天我冲你笑了老半天，可你只顾着跟那小子说话。文广哥，你别胡说行不行？我看那小子就是喜欢你，你可别上他的当。我和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只有我才是真心喜欢你的，菊花。菊花，你听我说，说什么说？走，谁跟你青梅竹马？谁跟你青梅竹马？走，菊花，外面走，你快走了，别说了，走，快走，好，走，快走，快点走啊！外婆，您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那么讨厌文广哥？从小到大，你每次见到他
您都会这样，到底是为什么？还有，阁楼里到底锁着什么？这么多年了，您一直不让我进阁楼，那里面的东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您知不知道，您每次把自己锁在阁楼里，我多害怕，我害怕万一……外婆，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有些事情，您能不能就别再瞒着我了？你想知道啊，就自己看吧。看到了吧，就是这两个牌位，快折磨了我一辈子。左边这个是爱我的人，可我恨了他一辈子。右边这个是我爱的人，可是我等了你一辈子，就是这两个牌位，苦苦折磨了我一辈子呀。几十年了，寨子里的人都把我当疯子，我就这么不人不鬼的活着，我不图什么呀。我就是图你能回来看上我一眼呢。我这辈子呀已经毁了，可是我不愿意你再像我一样为了一个男人痛苦地活着。我不许你跟男人接近，任何男人不许靠近。男人嘴里的爱呀，不可信。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人还是鬼，我天天都盼着你能回来再看我一眼呐。哪怕
是做梦也好啊。金花，金花，金花，金花！哎呦！我外婆，谁是你外婆？我找金花，我滚开！这他去哪儿了，外婆？哎呦！不知道。不是，外婆。爹，你要干嘛？金花找不到了，我要去找金花去。出什么事了？爹，怎么不见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着他的。啊，爹，那你赶紧去吧。好嘞，来来，拿上这个。好，有了有了，好嘞。路上小心呐。放心吧，爷爷。路上小心。金花，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为什么一个都不接呀？你知道我心里多担心吗？我整座山都找遍了，我就是为了找你。你有人说，女人这辈子最怕就是等。外婆她很可怜，等了快一辈子，可还是没能等来那个男人。可那个男人为什么要离开你外婆呀？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外婆？不会的，因为外婆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不是吧，怎么跟听故事似的，有这么离奇吗？要按你这么说，那你岂不……对。
对，我是个孤儿，从小到大是外婆把我拉扯大的。你外婆这辈子也真够不容易的。哎，人呢？没起呢，真够懒的，赶紧起来去叫爷爷吧。今天可能会下雨，咱们就别出去了。我在家里给你和爷爷做好吃的。哎，这刚几点叫我起床？不早了，你看看都几点了。行。爷爷，起床了，爷爷啊！起床了。不行，我等不下去了，我找爷爷去。我跟你一起去。爷爷！爷爷！你说他能去哪儿？你说他，爷爷！爷爷！爷爷！不是说短暂性昏厥吗？怎么还没醒啊？张大夫在我们这看了几十年的病，不会出错的，你别担心了。爷爷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爷爷就是太累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爷爷出来这么久过。
金花，哎，外婆，昨天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呀、啊？是不是跟那杨文广在一起啊？没有，外婆，我昨天是和爷爷还有秋风在一起。爷爷昨天晕倒了。什么爷爷秋风的？我不喜欢他们，你叫他们走。外婆，他们是来旅游的，我怎么能让他们走呢？而且爷爷现在还病着呢。什么病着不病着的，我不管。我告诉你说，今天就不许出去。外婆，哎，外婆，他们还等着我呢。外婆，您开门呢。谁等着也不行，就在家待着。外婆，您开门，您别这样，外婆。那你把手机还我，跟他们说一声。在屋里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外婆，您别这样。外婆。外婆，爷爷，您告诉我，您本子里边怎么记了这么多人名啊？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呀？杨顺又是谁？您这个手串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过去没有？爷爷，您告诉我，您来这儿到底是干什么来了？金花，金花怎么没来啊？不知道，金花她昨天晚上为了照顾您，很晚才回去。爷爷，您赶紧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好了，小凤，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把金花找来，爷爷说个故事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了。爷爷，这事儿跟金花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把他牵扯进来了？你怎么越说越糊涂了？去，不要问了。好。外婆，金花呢？秋风，我在这儿呢，我被外婆关在屋里了，你赶紧走吧，别让我……不许喊！外婆，谁是你外婆？这不欢迎你，赶紧走！不是，外婆，我怎么了？我哪儿错了？如果我要错了，你拿鞭子打我，我绝对不言声。秋风，你别说了，你赶紧走吧，你先回去吧。你要惹外婆生气了，我该怎么办啊？外婆，我是真心喜欢金花，您相信我，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我谁也不相信，赶紧跟我走，走。外婆，秋风，你别说了，你赶紧走吧。走，金花，走。你放心，不管外婆怎么打我骂我，我绝对不会说话。秋风，你别说了，是爷爷让我过来找你的，爷爷在家等着咱们。走，走。外婆，小凤，爷爷，您怎么来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啊？黄贝，您认识我吗？我是东子。
不是冻的，他是鬼。外婆，鬼呀、啊！外婆，您看看我，我是金花，没有鬼，没有鬼，外婆。爷爷，没有鬼，外婆，没事。你现在可以说了，鬼，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鬼，在我很小的时候，快关门！我的父母，他走，在灾难中，不幸遇害。他走。那时候，我父母死后，我就开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记得我14岁那年来到了华瑶古寨，在我最饥饿难忍奄奄一息的时候，是金花的外婆花妹救了我。他给了我食物，我才能够侥幸地生存下来。我发现花瑶古寨是个好山好水好人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竹林里搭了一个草棚住了下来。那时候画面时常到竹林来看我。转眼间3年过去了，那年我跟花妹都17岁，也就是那一年我们偷偷的相爱了。古寨有个叫杨顺的，比我大2岁，我们都是打猎为生。他一直逗花妹有非分之想，他知道花妹与我相爱，就以花瑶族不可跟外人通婚为由，到处宣扬我与花妹的相爱之事。我为了不让花妹家里人受到牵连，我们只好晚上偷偷的相会，隐藏了1年。有一天我打猎回来，被在竹林等我的杨顺用猎枪拦住了。他用枪站住，顶住了我的脑袋，我杀了你，威胁我让我离开华美，不然就杀了我。这个时候花妹到竹林来看我，把他放下。看到这个情况，怕杨顺伤害我，就去躲杨顺手中的枪。他的举动更激怒了杨顺，我想看着花妹在我眼前倒下。惊恐的杨顺逃离了林子。花妹，我没有去追杨顺，我就扶起了花妹。花妹的伤口一直在流血，血流得我满手满地。我很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一时发生的意外。我无法解释，我也相信没人会听我的解释。我就竹叶把花妹遮盖了，慌慌张张的离开了古寨。那您就没有再回来？您就忍心把外婆一个人丢在竹林里？2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回到林子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你外婆的尸体。我还以为你外婆被家里人已经埋葬了，我也不敢打听他埋葬在哪里，更不敢去拜祭他。这是我跟你外婆的定情物，为了纪念你外婆，我把它
埋在山上一棵竹子下。这次来花窑，再到竹林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石头手链。爷爷，那天在篝火晚会上，我看到一位姑娘戴着一个手链，跟这个很像，但是看不清楚。后来我在市集上又遇到了那位姑娘。我上次看你手上戴那个手链。哦，那条手链我放在家里了，今天没有戴。能不能带我去看看那个手链？啊，好，没问题，我家就在前边，那我带您去吧。好，谢谢。当时我并不能确定他给我看的这串手链就是我当年埋藏在竹林下的那串手链。后来我又到竹林里去，可是还是找不到。爷爷，谁？我再去找那位姑娘。小李姑娘，能不能把这手链卖给我？这串手链我当然不能卖给您，因为它本来就是您的呀。谢谢，谢谢小李姑娘。后来我听金花讲述泪光石的故事，我开始猜疑，花美根本没有死，因为泪光石的故事是花美自己编出来的，除了我和他没有第三者知道。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四处寻找当年的故人来打听花妹的下落，可是死的死，走的走，没有办法得到一条线索。我再几次回到竹林，遗憾的是，除了那把枪，什么都找不到。奇怪，手链呢？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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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联系种种。我再敢肯定，当年华明没有死，但我根本没有想到，她怀了我的孩子，苦苦的等了我一辈子。我不是个好男人，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小峰，你会不会像外婆一样恨爷爷？这件事已经压抑了爷爷一辈子，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爷爷，我跟金花对。
这。你是一枝初开的金花，相遇相误又相想。你说我是暖风轻吹，阳光飘洒，我没有明白你的话。一枝绽放的金花，如诗如歌又如画。
卑微珍藏你的羔羊，我背着梦想闯天涯。你是一只最美最美的金花，每夜我暗自倾诉心中无人能懂的想法，星星告诉我你等了多少个春秋，月亮告诉我你等了多少个冬。